快点快点。令人处理一下，然后在南边三岔路口等我们。四五年不使唤他了，方向盘都有点掌握不住了。八十八是工兵营的，刚才没来电。来砍树的，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。您辛苦。是河南开封，哎呀，怎么还是同乡呢？你看看，哦，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，老弟混得不错吧？哎，不能提了，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，当个小连副，是个受气的差事。哎，这个年头树大招风，能混就混吧，管他呢。哎，可不，怎么样？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？马上就快修齐了，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。这一回啊，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。那没心烦，报告参谋，团长叫你。好，老弟少陪啊。好，再见。回见回见。